来来来，都进来吧。到了这儿就千万别客气，就跟到自己家一样啊。冰箱有各种饮料啊，想吃吃，想喝喝，但有一条，取吃不取。给你们介绍，去吧，鞋子穿上。何大律师，哎，你先帮我招呼一下。这什么情况？你不是说要聚餐吗？对啊，就在家里。你也不说一下，我刚刚就这么跑出去了。你的头发……没有啦，我今天跟小红一块出去出外景，路过一个发型屋。进去之后就被人现场。很重吗？过来吃饭吧。我可不可以不要去啊？刚才太尴尬了。我先出去，你换好衣服出来吧。这闺女怎么在这儿啊？这么快就好上了？不会吧，这什么效率啊？而且我感觉他们同居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刚才还在说何律师一本正经的，居然和别人同居，看错他。就是我，这何以琛啊，只要一遇到赵明诚，所有的原则啊都可以打个折扣。怎么样？合法，合法什么意思？就是男女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的长期契约关系。简单的。诸位，惊天地泣鬼神的爆炸性新闻，咱们的何大律师和刚才那位不是非法的。你要准备红包吗？他们现在是咬着牙齿，他们居然结婚了。是你捡到了何律师的钱包来事务所归还的吧？好像是。你知道那个吗？他第一次来事务所是我接见的他，那个时候呢，他捡到了何律师的钱包，可能因为里面有身份证或者证件之类的吧，所以他就来事务所归还了。所以我推断，他们俩肯定是因为这个钱包而相识，
从而呢就产生了一段非常美好而幸福的爱情故事。所以说，女士们、先生们，拾金不昧多么重要！以后捡到了钱包，一定要记得归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个恋爱经过如实招来。可以保持沉默，但是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哦。好，我坦白，能不能一边吃一边说？哎，我提议啊，让我们一起祝福这对新人新婚快乐，早生贵子啊！快乐，快乐。哎呀，这人生真是不可思议啊！你们绕了这么大一圈，没想到还真能绕回来。说实话，七年，你真的一点都不在意？你让我怎么回答你？我也知道什么最重要。不过你小子嘛，一向都知道自己要什么，自控能力都非常强。很久没见你抽烟了吗？几乎不抽了。那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抽烟的味道？那时候我觉得这真是个好东西，它让人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可做的事。恭喜你啊，兄弟，你真是放下了。多谢。哎，你看，咱们也进去吧。仓促了，一点准备都没有。你刚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没说会把他们带家里来。你不是跟我抱怨，不把你介绍给朋友亲人？谁不喝吐了，谁也不许走啊！谁说走了？不说好住我家的吗？谁说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务必把你们安全送到。哥们，低位靠边。走了，走了，走了。谁说走了？不说好住我家的吗？家里生活不了，你不住在家里，其他人出租车会在楼下。不送了，不送了。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我去收拾一下。不用了。明天等钟点工过来收拾吧。哦，那我先去睡觉了。等一下。昨天你问我的问题，我只回答了一半。什么问题？还有前半个问题我没有回答。我不后悔。什么事？那个校庆你真的不去啊？有个捐赠活动，老袁过去就好了。
那我走。去哪里？去学校啊。你要是真的不去的话，我就跟袁师兄一块儿去。虽然学校平时也可以逛一逛，但今天应该意义比较特别吧。我走了。回来。不要骚扰别人。这儿一点都没变。我记得我刚入学的第一天，结果就碰到你了。真是不是个开始啊！哎，买两件，一人一件，好不好？好吧。姐姐要买清华大学的校服吗？多少钱一件？25块钱一件。你要什么尺码的？跟我钱包，出门太急忘带了。嗯，过来。别讨价还价。我要两件，可以。我要两件，好大号一件中号。好的，我帮你找。这两件就是。你稍等，我给你找钱。谢谢。拍的一样啊，没什么分别。我哪里有这么胖啊？这才是真相。等一下，接个电话。向恒。哎，小安，你在哪儿呢？你不来一趟吗？今天来了不少同学，他们可说了，你要是不来，他们就直接杀你家里去。我在北门，你们在哪里？哎呦，那太好了，我这是2号楼。对，赶紧过来吧。好，你先跟我到我们系转一圈，然后再到你们系去看看。你们系啊？你一个人去吧。为什么？你们系的人太多了。哎呀，你自己去就好了，反正我还要拍点照片，我自己一个人也比较有灵感啊。你没带钱，也没带手机，待会儿怎么找你？晚上怎么回家？你待会儿有事打向恒电话，别走太远。哎，密码多少？你生日。哎，我正忙着呢，哎，这回头再说。哎，好。哎呀，真忙啊！哎呀，案子啊！哎，刚才怎么说来着？说我们学校啊，好像，哟，好久不见，何大律师啊！哎呦，你现在名气大了，这架子也大，要见你一面，真不容易啊！师兄，别来无恙。无恙。你这衣服哪儿租的啊？
买的。买它？有卖的吗？这个哪儿买的？哎哎，老袁，他见客户也这样吗？啊？哎，我怀疑那些客户怎么买他的账的呀？别说，不少客户，还就爱他这张没啥表情的脸，觉得特有专业感，真的。哎，李琛，真应该让那些觉得何大律师专业感特强的客户们，看看他现在穿的这身衣服，这绝对内裤、外裤，这连裤啊！这衣服别穿啊！别穿啊！哎，这露，赶紧，把咱们学校的对，咱们学校的标露出来。哎，对。哎，你漂亮，家里让你买的吧？发微博，不，你居然从了。哎，他人呢？哎，怎么没见他过来？谁知道他跑哪儿去了？不错，李琛、向恒，哎呦，你们俩都来了，都来了。赵亮呢？他正在美国的农村啊，帮一个富豪和他第四任妻子打离婚官司呢，来不了了。哎，不过啊，他可告诉我了。让我替他多吃一口。行，这事儿他们俩也忘不了吃。哎呦，哎，李琛，你这衣服不错呀。哎，哪儿买的啊？哎，这现在美国最流行。李琛他现在有女朋友吗？没有，还是老样子啊。哎呀，他还真死心塌地等人家啊。不过没有倒也挺好的。嗯，我有个远房的表妹，刚刚调到我们系里当行政。哎，人家是家世好，学历高，人还长得漂亮，哎，我想呀，介绍他们认识一下。吃晚饭的时候我把他叫来，你到时候可别多嘴啊。不得了啊，小子混得很牛嘛，表妹都能塞进来。哎，别瞎说啊，人家可是正儿八经考进来的。行，你那爱介绍不介绍跟我没关系。哎，话说这家过去情史你都知道，你也不早点给我普及，不够意思。什么情史啊，就那么一个啊。那就行。我，白骨精也来了。哎呦，这不是许大律师吗？我看你呀，别白费功夫了。何以琛品味那么差，根本看不上你各种美好的表妹。条件越优秀，他越看不上。哎，我听说你最近混得不错呀，这海归回来的就是不一样啊。没你们学院派滋润。哪里呀？不过我那个表妹啊，就一点好。性格特别可爱，是吗？跟你正好相反，说不定咱们的何大律师啊，还就真看上了。哎，你知道现在在大堂演讲的是谁吗？是谁呀？叶武辉呀！啊，真的吗？美国回来了吗？对呀、啊，那你去看看吧。中国的网络奇迹。真的？你终于不叫我应先生了。你知道刚才在应付福利宴的人时候，我特别紧张，我就担心你熟悉应先生，我们就穿帮的。我都记着呢，不会穿帮的。我的太太当然聪明。谢谢您，应大哥，以后每个月都要麻烦你过来跑一趟。我很高兴我每个月能有固定的休假时间。我也有事找你帮忙。什么事情？难得你有需要我帮忙的事情，我一定两肋插刀。我父母要来美国了，也不知道是谁透露我结婚的消息，他们很生气。我生的准女儿。但是我父母他们不会在美国待太久，我希望你能帮我应付过去。我说，在加州。应大哥，有件事情。陌生，你回国吧，
回去看看。你不能永远当只鸵鸟。他回国了。大多数服务性的门户网站是依据用户的兴趣和需要而建设，而另一种是创造性的，它开创和引导用户的兴趣，培养用户的需要。一种是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而另一种是你可能需要这个，我提供给你一种尝试的机会。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倾向于哪一种，但是我认为第二种才是真正尊重用户的行为。用户选择我们，不是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而是我们给了他更多的选择。长得又好，又有才华，这要是我老公的话，我得美死了。算了吧，这种人啊，你要在他没有发达的时候嫁给他，现在已经晚了。哎，你知道吗？宁慧以前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女朋友是我们系的系花。真的？其实我也是听别人说的，不一定是真的。宁慧以前念大学的时候家里很穷，是从农村考上来的，不过考到我们学校的时候，在我们数学系这种牛人多到变态的地方都很出名，后来就追到了我们系的系花，据说感情还不错。不过毕业的时候，西花为了留校指标答应了系主任儿子的追求，宁辉也就放弃国内的机会出国了。系主任的儿媳啊，你不会是说那个行政办公室的童心英吧？哇，她好漂亮，系花还有漂亮女老师啊。这些是我们上次宿舍的时候拿奖学金请辅导员吃饭，辅导员喝多了说的，可信度很高哦。哦，那他现在还不得后悔死了？对对。你大哥，你有过喜欢的人吗？我在大学里有个女朋友，很聪明，也很漂亮。非常感谢我们的应辉老师。那我想问一下同学，如果我们的访谈就此结束的话，大家会不会感到有一丝的遗憾呢？会。好的，那下面我们就进入半小时的自由访问时间，那么大家抓紧时间开始提问吧。好，有请这边这位男生。你好，我听说Insol准备进攻游戏产业，但是现在的游戏啊，它利润率特别的低，我想知道你不担心它会亏损吗？没有不好的市场，只有不好的内容。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好，这位同学，第三排的。应辉学长您好，今天在这里看到您，我非常的激动。我想问一下，Insol以后的发展重点会在中国还是美国？如果是在中国的话，你们会不会招聘大量的员工？还有，你们对人才有哪些要求？当然是在中国。饮水思源，落叶归根，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也永远不会放弃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不好意思，放下。虽然我们对人才的要求很高，但是Insol的大门永远为长华从一而敞开。那我跟你去医务室吧，谢谢。好的，下面我要有请一位女生来提问。好，第二排这位女生。先生你好，我事先想声明一下，这个问题不是我要问的，是我一个场外的朋友，他发信息给我说，如果我问了你这个问题，他就会请我吃饭。所以说我想说你一定会回答我这个问题是吧？当然。好，那据说你以夫妻的名义捐款了3000万，那我就想冒昧的问一下，你的感情经历是不是和你的事业一样史诗般的梦幻呢？不好意思，这位同学，好像你的问题有一点涉及到我们的隐私了。你该不会是狗仔队派来的救兵吧？好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来提问吧。没关系，我只是忽然想起了我的太太，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她了。与其说我的事业很梦幻，
情似乎更梦幻，只不过它不是史诗，只是一首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情诗。我希望能很快见到他，越快越好。同学真好啊！来，我们下面有请下一位同学。做一个不要，这次啊，这一次真是非常感谢你们对学院的捐赠。院长，非常感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做的还很不够啊。于春娜，你真不知道啊，刚才你在台上说话的时候，下边多少女生都神魂颠倒的。何大律师，你现在娶谁都伤一大帮人的心。我知道这个。院长，那这样我做东，请您咱们一块吃个饭吧。对，一起去。不了不了，我待会儿还有事情。这不客气，你们自己吃吧。啊，那就改日再约。行。好，您忙，院长。慢走，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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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等一下，师兄，我可以要一个你的电话吗？如果以后有什么不懂的问题，我可以再问你吗？有，我的手机让我太太拿走了。我倒可以给你们留个电话。谢谢。我英语基础这么差吗？你想，就冲这个我请客，走走走，今天我订了桌，好宰你一顿。哎。真是答非所问，有语助力的高手啊！哎，高手，还疼不疼？没事吧？没事了，不好意思啊，麻烦你了。没关系，看你都没有看上演讲。没事，那我先去医务室啦，你不用管我了。嗯。好，谢谢，拜拜，拜拜。如果不回美国，那我们就不要再联系了。如果没有发生那么多事，现在大家也会是好朋友吧。我只是想要帮个朋友，我什么这么难呀。如果你确定想背上这个包袱的话，我倒有个提议，你可以找一个可信的符合首要条件的人假结婚，或许我可以帮忙。这份协议的内容是你放弃这段婚姻所能带来的一切权益，相应的你也不必履行任何义务，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夫妻的名义。叶先生，谢谢你。不必，其实这段婚姻对我好处也不少，我的公司就要上市，因为已婚男人的形象更能获得股民的信任，而且已婚的身份给我摆脱掉很多麻烦。再说了，张小姐，你对我的帮助可不仅仅是滴水之恩。雨琛，我好想你。雨琛，你知道吗？在美国街头，满眼都是人，却连一个像你的背影都看不到。现在终于可以告诉你，我很想你。你在哪里？
直接到学校北门对面的滨江大酒店，我在门口等。抱歉抱歉，我也不知道是谁占了座位，我马上去安排，请稍等啊。算了算了，甭说这些没用的，赶紧给我找个最大的包房。好的好的，请稍等。哎，医生，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可是我的表妹啊，她叫周冰，现在呢在我们学院当老师。你好。你好。哎，我表妹啊，她可是位才女啊。哎，医生，你老婆怎么还没到？哦，刚才打电话了，时间差不多，我过去接她了，失陪了。哎，哎，我老婆，这怎么回事啊？老婆就是老婆，不是女朋友啊。哎，你不是跟我说他不是？你问我他有没有女朋友，又没问他有没有老婆。你这多认识个人怕什么？多个人脉嘛。嗨，我就笑话。啊，哎，老袁。我们曾经尝试不顾一切肤浅的快乐。才会一不小心的让成长偷走了什么？时光过客，还来不及去迎合。从学校到酒店就几步路，胸口的温热，你都能在这绕这么久，总是恨不得把你守护着。You are my pretty sunshine。没你的世界好好坏坏只是无谓空白，答应我那天走失了人海，一定站在最显眼路牌等着我。我这次回国呢，主要是想为公司在国内聘请一家长期合作的律所，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法律界有影响力的朋友能帮我推荐几家上海知名的律所。老赵，刚才大堂那几位就是给你们学院捐赠的校友吗？听说他们是以律所的名义捐赠的。没错，袁向和律师事务所三个合伙人都是长华法学院毕业的。都是长华的校友？没错，是的。应总，如果想找长期合作的律师事务所，袁向和倒是个不错的选择。那就有请赵院长引荐一下。没问题啊。你都跑去哪儿了？不是说好不要乱跑吗？又不给我打电话。真是让人怀念啊，好久都没见过这张床了。哎，居然还是他呀。哎，想当年我们法学院多少才女佳人啊，喜欢他的不在少数，可他偏偏选了个外系的。我说他选外系的嘛，倒也不错，弄个什么系花什么的，是吧？才能配得上咱们法学院头等才子的身份，是吧？可他倒好，哎，找了一个各方面都没什么特别。这种事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哎，没事。欢迎一对新人啊。师兄好，社长好，好的不得了。你好，焦同学，好久不见了，十分想念。殷太太，哦，殷太太，哎呀，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你不是跟应先生一块回国的吗？哎，我是大商公司的董事长林祥和，你还记得吧？去年啊，多多承蒙你和殷先生在美国对我的照顾，这次你们咸康里回国呀，我一定要好好的尽地主之谊。不能让雨琛在这么多人面前。很抱歉，他一直不是。你认错人了。认错人？你开玩笑吧，殷太太。不好意思，这位先生，你真的认错人了。回来不想到学校发生了这么天翻地覆的变化。英总，英太太呀！哎呦，
林董。哎，林董你好。哎，你好。正想明天去拜访你，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了。哎呀，应总啊，我能见到你真是三生有幸啊。你太客气了。哎，应总，这个是应太太吧？刚才啊，我说她是，她非说我认错人了。哎呀，林董是有点像，不过我太太正在瑞士度假，您的眼力可不如以前了。我也觉得他不太像，啊，对不起，小姐，我认错人了。抱歉，领导，啊，我正要陪徐小姐领导去吃饭，明天我再约。那好的，好的，哎，您忙，您忙。系那个著名校友啊，捐了3000万。哎，抱歉抱歉，又抱歉。包房已经安排好了，请大家跟我来。哎，这边这边这边，大的大的，来。走了，来来来，走了，吃饭了，吃饭了。好的，好好想想，魏家怎么接近的？一个人到处跑，时间到了，也不主动给我打电话。我想和你说一下在美国的事情，雨辰。就是他。嗯。回去再说。哎，现在想想啊，还属赵亮那小子，怂事最多。网恋、异地恋，小姑娘哭天喊地追楼下了，那叫一个热闹。还真给咱法学院争面，这事儿你还记得啊？我一直以为那小子洗白洗得挺成功的呢，整个一完美美国律师的形象。你可别逗我，我跟你说，这哥们儿啊，他就是到火星上去也改不了他那夫人面膜啊。跟小姑娘视频，变态男青年的样子，变态。我告诉你啊，这儿还有一个我们法学院的一个经典案例啊，就是我们的何大律师的老婆。我们法学院也是一个经典的案例啊。有吗？有啊，我记得呀，当初呢是陪我们何以晨这个上课的时候啊，结果呢被我们的老师点名叫起来回答问题。当时呢我们的周教授就问说，你这案子你该怎么判呢？我们的何夫人你知道怎么说吗？说全都给我抓到牢里去。是你们之间的吧？你不知道也很出名。出名？你是周教授的经典案例，但每带一届学生都会讲。是啊，后来啊还有一个师弟，他跟我问过雨辰，说你就是那个要关别人的女生的男朋友吧。那个时候啊你已经在美国了。你这秀恩爱的真讨厌啊，这都冷场了。来来，我提议为我们逝去的青春啊，大家举杯干。来来来干。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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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以琛，就让他。不敢，应先生才是名扬四海。你怎么不好奇我为什么知道你的名字？院长打电话，要求我们介绍一单大生意，明天到律所交谈。边所的应总，你怎么知道的？我刚才碰见他了，我们很愉快地交流了一下，应总也提起了关于跟我们律所合作的事情。好啊，哎呦，
这可是一个超级大客户啊！啊，哎，我们是不是应该干一杯啊？啊？我说师妹，这你不能光吃菜不喝酒吧？你老公刚接那么大个单子，你怎么得端起酒杯喝一杯吧？来来来，我们一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祝律师事务所各上一层楼！来来来，干杯！随着微风住进了美梦，你笑着躲在我心中，不要烟火，不要星光，只要问问内心的想法，在我的世界可有个角落，他也这么见过你不曾懂的远方。也许我是一道微光，却想要给你灿烂的光芒，受伤在黑暗的夜晚，静静的为你去孤独的照亮，就让我是一道微光，能让你拥有灿烂的锋芒，在寂寞的时分无论飞向何方。昨天你喝醉了，头痛吗？不痛。我不会在意过去的事情，不过为了让我们彼此能更愉快，我也希望不要再提。是吧，值班送你上班。注意安全，晚上见。沃生，啊，刚才易静打电话来说，殷先生指定要你拍摄，否则不接受采访。你准备一下，立马出发吧。怎么了？有问题吗？
没事，我马上就去。辛苦。那我说为什么呀？先把这么好的机会给我们杂志社，又只让陌生去拍，肯定有原因，要不然无缘无故的天上掉馅饼，不是圈套就陷阱。那你疯了？你看咱们杂志社这一堆一块，有什么价值值得人家殷总挖陷阱的？说，殷总是不是在追你啊？小红，你不要乱说，我跟易先生是在美国认识，但我们只是普通朋友。普通朋友，殷总总裁的普通朋友，以前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过呢？提什么呀？我还认识外星人呢。那你是哪个星球的呀？不跟你说，我走了啊。我说这个很奇怪啊，他们认识，那为什么一开始陌生人不想去呢？哎，对了，以我的专业素养判断，这里边必定有猫腻，必须有猫腻。我们现在应该看一看应总长什么样。赶紧去。请问应总在吗？他已经在里面等你了，请跟我来。谢谢。赵小姐，里面请。谢谢。不客气。是呢，他做完文字采访的部分回去了。怎么了，陌生？不想和我单独坐下聊一聊？没有。那今天的采访你为什么没有来？刚好跟我手边的工作有冲突。看来是我的面子不够大，不足以让你放下手头的工作。不是。哦，还没谢谢你。昨天，谢谢你帮我解围。帮你是应该的。也许不久就有事情需要我求你帮忙。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你已经帮我很多了。是你让我明白，我应该追寻什么，所以。我回来了。曾经的我只想要一份简单的事业，和家人每天相守就心满意足了。只可惜，这么小的梦想我都没实现。能跟家人相守在一起，是最幸福的人。陌生，今天的事业是我从未想过的。我站在一片崭新的天地里，再重新看清楚这个世界。我这次回国，舆论普遍认为我是为了事业，为了中国市场的竞争。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我回来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找回我失去的爱人。宁大哥，我听说
你以前的女朋友她结婚了。我知道。你知道？那你……我不会介意。你不会是要去破坏别人的婚姻吧？有什么关系？放心，我开玩笑的。如果他现在过得幸福，我不会打扰他。但是他现在过得并不幸福。你怎么知道？因为我能给他更大的幸福，所以就算他现在过得不错，比起他应得的，他也不算幸福。生活远没有那么简单和美好，有能力的人应该去争取，在幸福面前退让，只会带来更长久的痛苦。所以我想结束这种痛苦，让我爱的人幸福。好了，不聊我了，说说你吧。这么长时间了，你过得怎么样？你们和好了？我们结婚了。这么快？嗯。陌生，你一定会有一个幸福圆满的婚姻。谢谢你，殷大哥。啊，差不多我该给你拍照了。好，怎么拍？完全配合。嗯。赵小姐，车已经为您准备好了，请随我来。啊，不用了，我自己走就好。陌生，马上就堵车了，还是让司机送你吧。没事，殷大哥，所以我现在才要赶快走，谢谢。事务所收到您大学同学关于同学会的邀请，孙助交代我跟您说一声。同学会，把邮件转发给我。提供的数字在国内律师事务所属于绝对高价，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第一流的收费。贵所是否欠缺合作的诚意，或者对我们的合作没有信心，在明进暗退啊？在商言商，我们收的是一流的费用，当然提供的也是一流的服务。我们事务所的资历很新，业绩出色，发展越来越快。律师这一行不同于其他，新人出头靠提携靠运气都是假的，唯一能靠的就是实力。贵公司能选择跟我们合作，肯定也做了足够的调查。不如大家吃吧。漫天要价就得还钱，既然有合作的诚意，细节我们都好商量。这只是初步合作意向，如果你们有意见，今天就到这儿。关于最终是否进行合作，我们会在一周后给你消息。我送你，那我就告辞了，再见。再见。
身价。以琛，你居然还敢往上加码。他是来砸钱的，既然如此，何不让他多砸一点？我怎么觉得他是来示威的呢？大概是。你小子又从哪儿惹这么大一副啊？不会是昨天他和赵默笙？究竟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都是过去的事。别，等会儿，我算听明白了，真是赵师妹惹的啊？这么说，那你们是情敌啊？硬灰呀，够分量，挡得住吗？能，一定能。你后勤兼顾，牢不可破。原来今天是上门踢馆拿钱砸场子呀。要合作吗？按程序调研，没有问题就接。送上门的钱完全可以消。何以琛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他的合伙人也都是很出色的。他应该很出色，否则默笙怎么会想了他7年？但是我会让默笙明白谁更出色。印，像赵小姐这样的人，你适当的示弱才更能得到他的心。是啊，她确实是一个真正善良的姑娘。这次的采访，我希望我们说的空间大一些，然后我们在地下吧。然后大概我要是舞蹈室的嘉宾。我希望这个地方就是能够提前就是3个月时间。辛苦你了。好的。李梅，你怎么来了？我前两天去乡下采风，然后给你带了点当地最新鲜的水果，你和同事们一块分着吃吧。采风，嗯，我记得你说你是要给应辉做采访啊。哦，后来应辉提了一条件，他说摄影师必须得默笙来当，否则的话他就拒绝采访。然后我就闲下来了，也好，我闲下来能有更多时间陪你吗？你说应辉指定要默笙做摄影师？我们一听到这消息也大吃了一惊。还说什么了？哦对，他还说他是默笙的粉丝，然后知道我们俩是朋友，还给了我张他的名片，还说哪天请我吃饭。我觉得他们俩可能认识吧。怎么能跟应辉是朋友呢？那有什么不可能的呀？默笙专业这么好，有人欣赏，想认识他也是很正常的。再说了，他们这些大人物平时也不光做生意，也得社交啊。那如果他们是朋友，应辉为什么要通过杂志社来找他呀？可能两个人不熟吧。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哎，行了，这就是你们媒体人的职业病。你还有什么没告诉我的吗？有。你今天几点下班啊？我要不要在这等会儿你？咱们一块儿去吃饭。嗯，改天吧。到时候叫上以琛和默笙。好啊好啊，那我现在就上淘宝订。哎。
你觉得咱们这么多人是吃川菜呢，还是吃火锅啊？吃川菜，要不然，哎，这上面有一个七七折的，哎，我看看，还有团购券呢。我要房有房，要车有车，要学历有学历，这怎么就看不上我了？哎。任女士，回来再说。这位是宏远张总介绍来的客户，哦，特意委托您亲自接待一下。啊，请坐。这位女士怎么称呼啊？我姓袁。啊，本家啊，啊。听我爸爸跟张叔叔说。我们之前的案子都是由何律师代理的，嗯，那我今天也指定何律师来代理。你这个案子很简单啊，何律师收费非常高，您可以请我们律所的其他律师。你的意思是我付不起了？啊，不不，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我们做律师的也是一种服务，希望能用最好的服务、最少的收费为您解决问题。那就让何律师代理吧。何律师最快的时间安排也得四个月以后了。什么？我们何律师一向非常受欢迎。可是我不想等，我可以加钱。不是不想帮你，实在是没办法。我要投诉。不，你别生气，别生气啊。我们开律所的和客户的关系就是恋爱关系，您要是生气了，哪用投诉啊？皱一皱眉，我们心都碎了。是吗？当然了。那我就要何律师。对了，我忽然想起来了，四个月的时间也许还不够。何律师最近刚结婚，随时可能请长假去度蜜月。哎，你看这样好了，四个月之前的服务由我派其他业务好的律师为您服务，等四个月以后何律师回来再接手您的案子。这样呢，能尽量不耽误您的事儿。结婚了，算了，我不要他了。嗯，我要这个。到底是找律师还是找老公呢？像我这么高大威猛的汉子，哪里比不上你们？哎，没想到啊，我这有朝一日美色竟然也派上了用场。放心，哥们儿，我啊一定好好伺候。蓝颜祸水的啊，抢了我们多少案子？想不到当律师也需要一副好皮囊啊。客户是被我的业绩吸引，你用外形差别掩盖我更出色的事实，我不介意。我呸！自从你结婚后越来越不要脸了。刚好你们都在，开个会，讨论一下 INSO 的事情。这是 INSO 这些年在美国的一些诉讼官司。哇，这家伙！他们在美国的律所很厉害啊，有些不择手段。这些新起的互联网公司，同类型产品竞争很激烈。我研究了 INSO 的业务，多领域涉及侵权，是个烫手的山芋。烫不烫手无所谓，不过这种行为触及我们底线了。与 INSO 的合作计划，我建议取消。我同意。就这样。不得不说，贵所的决定出乎我的意料。我希望可以和何律师单独谈一谈，不知道二位会不会不方便？当然。
挑战意味着更大的机遇。我对何律师的了解，你是一个强者，不会因为区区的风险就放弃一个名利双收的战场吧？我们律所有三个合伙人，个人的名利不能凌驾在合伙人的利益之上。我们心照不宣，这是你个人的原因。可是我不认为因为私人的感情影响事业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我想何律师听过一句话，一日夫妻百日恩。应总和应夫人是因为养子的问题而发生了争吵，应夫人生气收拾东西就走了。当然这本来不是一件什么大的事情，可是她发脾气回过来，应总就追了回来。养子，看来应的判断是正确的，他果然不知道。那个时候应夫人还没有结束学业，可两个人又很想做爸爸妈妈。应夫人是个很善良的人，所以他们收养了一个很可爱的宝宝。孩子失去监护人是件很可怜的事情，所以他一直给应总打电话，很希望妈妈可以回来。何律师，我有了解到你和应夫人是初恋情人，可是人是会长大的，很多事情会改变的。你是个出色的助理，对老板很忠诚，而且也很能干。但恰好我是个律师。何律师的意思是，底牌抛得太快，意味着已经没有其他招数了。精心设计的无意说出，对律师来说只是家常便饭，是收不到意料之中的克敌效果。何律师，你在一小时后静安区法院开庭的当事人已经来了，他在你的办公室等你。我马上到。好。抱歉，我还有些公事，我就不招待孙柱了。我会把详情汇报给应总的。何律师再见。抱歉，让你久等。何律师，你好，你好。何律师，昨天他们的人又到我公司来闹了，我情急之下说了些话，好像被他们抓住把柄了。他们有没有录音？应该没有，不过很多人都听到了。他们会来闹，是因为他们知道，从正面战场上他们占不了便宜，他们想让你心乱，自乱阵脚，千万不能上当。那就好。啊，抱歉，我接个电话。应总，我刚刚知道你拒绝了合作协议。为什么？何律师，你拒绝与应总合作，是不是介意我和默笙的过去？应总请放心，我始终秉持着公事公办的态度，毕竟事务所不是我一个人，我不会因为私心而影响大家的利益。那就好，我不希望你误会什么。应总请放心，没什么误会。想必你已经知道我们结婚了。既然我们选择了结婚，就不会介意过去的事情。过去，何律师，你也曾经是我们的过去。水无常形，并无常事。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一成不变的。应总是想和我讨论兵法。我想现在的形势是你千方百计，我以逸待劳。何律师真是好口才，如果有时间真想跟你好好聊聊。这样吧，等我从香港回来我们见面细谈，范围不只是公事，何律师愿不愿意？乐意奉陪。
再见。这个是应太太吧？刚才啊，我说她是，她非说我认错人了。哎呀，林登是有点像，不过我太太正在瑞士度假，您的眼力可不如以前了。啊？啊、哦？我也觉得她不太像。啊，对不起，小姐，我认错人了。抱歉，来，我这回必须邀请林登去吃饭，你们一定要再约。好的，好的，哎，您忙您忙。再见。Daniel, have you guys judgment application of alimony and marriage? Not yet. Try other ways. I can't wait any longer.真快，一晃这么多年就过去了。那会儿咱们还在想着什么时候毕业，好嘞，现在想着孩子什么时候上学了。哎，这话可不能瞎说。你以为谁都像你大学毕业就结了婚？我们这可大部分都单着呢，对吧？那是不是？像你，我们可还是少男少女呢。哎呦喂，少男少女，我还八九点的太阳呢。这个少男少女应该也算不上。不过咱班这个女神。可还是这么漂亮啊！你说童心英啊，她毕业就结婚了，哎，那养尊处优就是年轻，看着比咱们都小。这年头啊，女神常见，财神就少见了。咱们班啊，可出了个真财神。哎，你说应辉啊，那还真是，想也想不到他这么发达啊。哎，厉害，班长，你不是去过阴司吗？这应辉今天到底来不来？你们以为我能见到应辉啊？去了阴司就见了个前台，来不来我哪知道？就是啊，他现在可是大人物了，不可能来的。也对，负一期贵一友，这很正常。这要说一期啊，好像是咱们班花先抛弃的应辉啊。哎，你们说他到底后不后悔？难说，难说。应辉，应辉来了！应辉，应辉来了！班长，昔日的学霸，今天的英总，真没想到你能来啊！这么多年没见了，有这么个机会，我当然要来。抱歉，来晚了。英总，你还那样？真没想到你会来！哎，很多年不见了。来来来，英辉啊，这边坐，这边坐。来来，坐坐。英总得上，坐好的。来来，往那边。哎呦喂，真来了！真好久没见了。真没想到。还是那样，还那么气派。就是。好久不见，越来越帅了。谢谢。来，坐坐坐，快坐快坐。独臂生辉啊！比你我还差得很远呢，要跟向你学习。你太客气了。好，服务员，我们上菜吧。为了我们大家多年之后再度重逢，也为我们老同学英辉事业有成，大家敬英辉一杯。啊，敬你一杯！来来来来来。干了，干了啊！干了，干了！一回，一回，干了，干了。现在你可真是老板了。你说咱们多少年没见了？上学那会儿，咱们天天在学校里面见的。现在只能天天在杂志上见他了。就是啊，这个变态呢。这期的财经杂志啊，写的就是阴怂，里边说。因素是最具网络价值的公司啊！对，是吗？老同学啊，你现在可是大名人了。那今天我们一定要合个影，留个纪念，对不对？必须的，大家别老了，炫耀炫耀。
是不是啊？是，咱们都是老同学，这么说就见外了。我来晚了，我罚一杯。哎，一杯怎么能行呢？你要如果不来，大家喝都不尽兴。那今天呢，咱们先来一个彩虹，好不好？彩虹，彩虹，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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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一个。哎，这是找我的。哦。诸位，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各位，真是抱歉，我有点事儿，我必须先走了。你这刚来的话，多大一会儿你就要走啊？你这太扫兴了。我真的有急事，不过，下次我做东，我们再聚一次，好吗？你说了啊，行，我们就等着你这句话了啊。下次都不能走了，下次就不能这样了啊。你放心吧，啊，你们好好聚，再见。好嘞，好，慢走。咦，他果然出来了，看上去还挺伤心的样子。他很擅长这个表情，当年跟我分手也是这样，仿佛被抛弃人是他。不过恐怕这次是真的。他在朝我们这边看，他会不会走过来？就这样走了，那就算了。你怎么还没走啊？我在等你，心莹。我今天是来看你的，我希望能亲眼看见你很幸福。以前的事情，对不起。那个时候我爸爸生病，我没有办法。我怎么会怪你的？回首过去。失去很多，你没有失去，你拥有了更多。我为你现在的成绩感到骄傲。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心？我们都不再年轻了，也不该再继续失去了。你懂我的意思是吗？我曾经说过，我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你幸福。时候不早了，心怡，我叫人送你回去。这么多年没见了，他还是老样子，一眼就能看穿的演技。为什么当年我就看不穿呢？当局者迷，当行者困吗？时间改变了一切，唯独没有改变他。这个世界上，爱钱的人是最专一的。现实生活中的影后是最多的，不是吗？想到这场刻骨铭心的痛，是这么个女人给我的，我真有点瞧不起我自己。不如这样，我们同样。回赠他一份厚重的大礼，就当是回赠他当年的那份感情。
消息而已，重要的对吧？香港的酒店安排的怎么样？你放心，这些事情我会做好的。不好意思，来晚了。我生呢？他没跟你写。啊，我从普特区法院过来，不顺利。 谢谢。这家餐厅很火爆的，不提前几天很难订到位子。其实也还好，动动手指头，几秒钟就搞定了。今天怎么想到找我吃饭？没事就不能找你吃饭呀？而且上次在电影院，你不是说要请我们吃饭的吗？哦，对。默笙怎么还没来？他是不是最近工作太忙了？ 听远方说，应辉的采访指定让他去做。以琛，你不知道，他工作上的事我不太懂。不过我也蛮惊讶的，默笙很厉害啊！当年在学校的时候，就认识你这样的法学院高材生，到了国外，又认识应辉那种大人物，真是不一般呢。